平时也很难买到。刚刚出来的神池月饼2.5元一个啊，买了两个。山西的神池月饼非常非常有名啊，在全国都非常有名，在街上也很难碰到这种手工的现打的月饼啊，刚烤出来特别烫啊，这种现做的东西就是有食欲。哇，大家看看里面是这样子的啊，2.5元一个，这个手工做的不错啊，不是那种甜的很发力啊，这皮特别的脆，特别软，这么做啊。它这个摊位啊是在太原桃园南路啊菜市场啊，很容易找到，走到头，前面走到头。第一次吃刚刚做出来的现打的月饼，天居菜，天居菜，天居菜，哦，天居菜，怎么卖啊，阿姨？香火的，香火的，啊，2块钱，1块钱3元，哦，要春天的我多给你抓。我问一下，没见过这什么菜？胡麻油神池月饼。